清晨一杯水，身体迟早会有变化。想身体健康，会喝水很重要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清晨的第一杯水尤其显得重要。早上醒来时喝杯水是最好的了，既美容又补充了水分。刚开始喝可能有些不适应，习惯就好，保持这个习惯对身体健康也有好处。长久喝下去，保证你的皮肤细腻凉白。很多人早晨起床后都会感觉口渴，那是因为经过一夜睡眠后，身体里会消耗大量水分，因此早晨起床后喝第一杯水非常重要。不仅可以补充水分，还可以调节肠胃，清理体内环境。但不是随便喝杯水就可以，早晨喝第一杯水也有不少讲究。应该怎么喝才能更健康呢？新鲜的白开水是最佳选择。白开水是天然状态的水，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储备而来，水中的微生物已经在高温中被杀死，而开水中的钙、镁元素对身体健康是很有益的。有研究表明，它钙、镁等元素的饮水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。水是生命之源，补充水分关乎一个人的身体健康。若坚持清晨一杯水，开始一天的工作，身体会有很大的变化。正常的人经过一宿新陈代谢，人体从皮肤和呼吸流失了大量水分。若还有起夜习惯，那流失水分会更多。起床后先刷牙，再喝一杯，大口喝一杯温水，肺能及时补充身体所需水分，能缓解口渴、嗓子干燥的情况。早上一杯水还能稀释血液，防血栓。由于身体水分的流失，血液自然会变得较浓稠。对高血脂的人来说，清晨一杯温水能有效的稀释血液，降低动脉硬化和脑血栓的风险。补充一杯水能很快稀释血液，预防血液粘稠，从而预防血栓形成。早上一杯水还可以冲刷肠道，促进排便。早上起来时，经过一宿的代谢，食物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，喝一杯温水能冲刷肠道，且水分能直接被人体吸收。清晨时空腹状态下喝一杯温水冲刷肠道，促进粪便排出，对预防和改善便秘再好不过了。另外喝杯温水可冲淡胃酸，唤醒肠胃，对消化早餐做足了准备。喝水有稀释血液的作用，可加速血液循环。清晨一杯水能给大脑充足养分，使人快速摆脱轻松状态，达到提神醒脑的效果。那么清晨一杯水，什么水最好呢？实际上清晨喝水的目的很直接，就是通过一杯水及时补充水分。而有些人会选择喝盐水、蜂蜜水、柠檬水等，这些水对身体有好处，但不适合作为清晨第一杯水。清晨一杯水注意不该喝这几种酒制的白开水，因开水酒制后其中含钙的有机化合物会不断分解为亚硝酸盐，尤其是经过几夜存放时间太久的开水。另外酒制的水还易有细菌污染，对身体也不利。清晨一杯水最好喝一次烧开，且没超过24小时的水。第一杯水别喝隔夜茶，很多人习惯于喝茶，但对于长时间放置的茶水应该选择倒掉，不应该隔夜喝。因为茶水里的氨基酸和糖类经过隔夜会产生大量的细菌，另外茶水中的茶多酚、维生素等成分也会因为时间过久发生氧化反应，从而使所含的抗氧化成分减少，因而营养和保健价值大打折扣。因此起床后不要喝昨晚泡的茶水，第一杯水别喝蜂蜜水。很多人都认为早晨起床后应该喝一杯蜂蜜水，因为蜂蜜水更有营养，但真实情况却不是这样的。因为蜂蜜中含有大量的糖分，会令血糖升高，也容易影响早餐摄入，所以蜂蜜水最好是作为早餐的一部分，不要当早晨的第一杯水来喝。第一杯水别喝淡盐水，很多人都认为早晨起床后应该喝一杯淡盐水，
但对于心脑血管疾病、高血压、肾功能异常等疾病的人来说，早晨起来不要把淡盐水当第一杯水来喝，因为早晨人体血压会自然升高，淡盐水会造成血压不稳。对于患有这类疾病的人来说，早晨的第一杯水应该选择清水，第一杯水别喝果汁。对于年轻的人来说，很多人早上起来会选择喝一杯果汁，但这种做法并不可取，因为果汁中含有大量的糖分，也会影响早餐进食。第一杯水别喝碳酸饮料，早晨的第一杯水也不要选择碳酸饮料，因为碳酸饮料会加速钙的排出，不仅不能补充早晨人体所需要的水分，还会加剧对水分的需求，就是所谓的越喝越渴。以上就是我给大家讲解的早晨喝水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，一定要多喝水，会喝水，祝广大朋友们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